放屁你不用承认啊。可是如果现场那么多人，如果闻到臭味不就更尴尬吗？不是，可是你又不知道是我放的，我可以说就是隔壁桌的人放的。我的是就是勇于追求爱情，然后善良乐于帮助别人的一位年轻人。真善美，拥有他也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。简洁有力啊！我喝多了，其实就是睡着。没有，我是话比较多一点，会比较嗨一点。天不好，没关系，我可以挡酒。哦，是不是？给你们带，请他回家。我立刻逃离现场。我好像也是喜欢你。哎，也不一定，我觉得应该看相处吧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个以现在的人来说，就是靠感觉相处的感觉。我答案应该也是跟他一样，就是感觉型，感觉派的，感觉派，对。希望我们一加一大于二。哎呦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哇，我现在因为我已经想好了，好但是好像怎么了？没关系，你说。我就说。就你知道你的身高真的很困扰我吗？我道歉，我道歉。理科脑，花钱，忙碌一整天，姐弟恋，自己喝醉酒，会做家事，人会偷放屁。你看他这样很尴尬，偷放屁你不用承认啊。可是如果现场那么多人，如果闻到臭味不就更尴尬吗？不是，可是你又不知道是我放的，我可以说就是隔壁桌的人放的，对吧？就是对啊。但菜刀我就一看就哦，你有菜刀。好像是哎，没有想过这个。好吧，那我可以改答案吗？其实我内心真正的想法是。这些衣服我根本分不出来它们的差异，这些不都白色吗？为什么要买这么多衣服，然后都不穿呢？好浪费钱啊！真的是搞不懂女生啊！这也太帅了吧！这个抢劫捕获了。我内心真正的想法是，这些钢带我根本分不出它们的差异啊，甚至还要买两盒一样的，一盒收藏，一盒组装起来。可是我根本没看过它们被组装起来啊！啊，好浪费钱啊！真是搞不懂男生啊！不要再买衣服了，好吗？